今天一眼有几个同学要来玩，一眼他邀请了几个同学今天过来玩。他昨天问我可不可以叫同学过来玩，我说可以啊，因为下面地下室也有空间了，然后叫他们自己在下面玩。你同学几点过来啊？啊？你又喺度玩 ？Just chess 啊？同学几点过来玩 ？One。一点啊？啊。要不要准备点吃的？啊。Pizza 还是 burger？ Pizza， 你就 I think more people coming。Pizza 是吧？哦哦。今天有几个人来啊？six seven。七个。加上你有八个、no. 有没有 girl 的 no 全部都是 boy 也好看一下一眼到底跟什么样的朋友一起玩、yeah. 对吧 we're gonna hear you 今天蓝天跟白云地上的雪也化了温度还零上太舒服了昨天胖子超市买的排骨他说很便宜一块九毛九一磅一块九毛九，金沙骨系啊，即系净系呢条嘅，冇嗰啲边嘅。四块一毛七，这里一整包，买了两包。一包系三个几，我唔买咁大包，呢啲一餐食一包啱啱好。我而家攞披萨啦。哦。攞啲嘢披萨。就买两个披萨。够不够啊？就除了披萨之外，所有的超市都冇开。你想买乜嘢咧？就我都唔知道可以买啲乜嘢。有啲苏比啊、Ceres 啊、摩麦啊，全部都冇开。Ian， Ian 的朋友来了。Ian， 你好。Ian， 拎手。Oh， Eddie， 好，你好。Hello， Hello， Eddie。你叫什么 ？Eric。Eric。啊。对吧？对。你叫什么 ？Hello。啊 ？Hello。What's your name？ 哦、oh, ，Charlie。Charlie。What's your name？ Tennis。Tennis。Yeah。哦，好好好。Hello。都是一人的朋友。年轻小伙子，年轻就是好。对。青春有活力。对。哦，我想。你不要攞纸巾咁样。攞啲湿纸巾。哇塞，你们谁会打乒乓啊？这个 Eric 打得不错。啊，谢谢。果汁，不客气。哦 ，Thank you。No problem， 没事，你们慢慢玩，玩得开心一点哈。有什么需要你叫我就好了。谢谢。没事没事。哇，厉害！那你下去跟哥哥们打招呼嘛。那你没披萨吃了，披萨在下面。对，给你们拿点薯片，还有这个。来来来。哎 ，chips。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Nana， 下来啦。这两个社交恐惧症，不敢下去拿披萨吃了。我带你们下去，来，你们拿个碟子。没关系，妈咪带你下去，不用怕。碟子拿一个。这个人搞了这么久，还是不敢下去拿披萨。那你就饿着咯。我说带你下去，你都不下去。Hello， 来去那边拿披萨。依然，你到哪里拿披萨？来，去拿。快快快 ，say hello， 跟大家 say hello。那依然帮你拿了。那我就困难一点。自己拿，自己披个吧。Ryan， 刚刚看一杯 Ryan， 好，拿好了。他们青少年有青少年的世界，有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话题，我们也不下去打扰他，让他们自己玩得开心一点。你嘞？你吃得开心吗 ？No。披萨吃完了吗？还有两个。下面没有。
明天吃饭了，吃饭了，吃点水果。怎么样？今天玩的开心吗？啊。又去哪里玩了 ？Basketball court。你有球吗？啊，我 pumped it。在边度 pump？ Hey garage， 用你的 bicycle pump。然后全部都去打球了。还玩了什么呀？Just basketball。You know a little skating rink over there? Oh. Or they just like stand on the ice and go, ooh. 特兰，他们几点走的？4:30。4:30走了， oh. 回家吃饭了是吧？啊。那个 Eric 打球打得很厉害，我看到哦。比你还厉害。乒乓球啊。哦，是不是比你厉害？可以 play competitively。你敢叫外婆跟他对打吗？他没有再去。哇，今天叶、你这么饿吗？叶、没吃了，不饿了。他等你怎么？故意的。一碗面你回来之前刚刚吃完。哦，刚刚吃。刚吃哦。刚刚还在吃。他不饿了。叶，今天在房间里玩什么 ？Can I want to watch me play video games? I just want on computer.Can one of my room? 全部人看着你玩玩游戏。Can I also my bed in the row in the line and I'll just 啊，站死喽。And after that, after like 20 minutes, you after 20 minutes, I'll say, "Just want to go to walk." I have a basketball on the garage and then I go play basketball. 我回来，他几个都在这里。我说你们好啊。他说你好。我说你中国人几个了？他说三个。我然后我说哦 ，I don't know 我。老英格兰斯那个两个黑人朋友，那黑人他是一帮黑的，一帮哦，他妈妈中国的，不是中国，那他比较日本哦，日本跟黑人结婚啊，哦，最美一个，就头发，我那个看不出来有日本的血统啊，只看到黑人的血统。可以 adopted by white parents， 嗯，就可以。They are very white boy. 下午我朋友的国语，因为他国语不好。那你好还是你朋友好？我比他好。你好个屁！我问你，你都答不出来，还说好？有。Downstairs all like vacuum and also clean up the bottles. 嗯。And I'll put away your food. 对啊，咁你都要嘅，要帮手做嘅。你对啊，每次玩完了你就要帮手清洁一下，要不然你下次。就不敢让你们来玩了。我就看你们同学都比较有礼貌。挺乖的。也怕什么小朋友开心嘛。玩一玩。比他们出去玩。对呀、比他们出去玩你不知道他去哪里玩好过在家里玩。你要出去见识见识啊。我本来还说买几杯奶茶请他们喝。然后一人说。哎呀，不要啦，太贵啦，妈咪太贵了，不要买啦。你看，替妈咪，替妈咪省钱了哈。七个人就废咗啲啫，系嘛？都系几廿蚊啫，50块钱左右，还好啦。下次吧，下次。天气。我不会赚钱啊，省吃俭用啊，对吧？天气好了，给你们，请你们喝奶茶。一眼都知道。省钱。对，一眼会省钱。今天同学玩的开心吗？哦。很开心。下次过来跟我单打。啊、下次叫他。跟我打，跟我斗。他。看你妈，我怕你斗不过他，人家斗不过他拿奖的。我打快了，他比我更快。他那个应该是有比赛的。下次我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下面有乒乓桌，他说我打过了。那这个没有下去。他们如果没有打过就下去，我就跟他斗。比赛，你就刚吃完饭又吃零食了。吃一点点。这个虾片，很香。我们这边来照一下。我们这里的 Costco 是从来没见过，这个真的只有多伦多才有。这个是我婆婆。虾片是虾做的吗？多伦多买的，这个虾片很香。是虾做的。嗯。又有蒜。又有蒜，又有黄油。这个不是薯片，是虾片。你试一下，雅云，很香。我吃醋啊，能不能吃啊？蒜啊，蒜头味啊，试一个吧。明天吃吧。明天都没了。明天一包都没了。嗯。